哎呀，炒菜热了，渴了，搞点皮的。哎呀，啊，就是大锅炒的大碗菜。啊，其实老板挺好啊，今天也忙活了很，我跟着他看这个啊。但今天我点了六个菜啊，兄弟们啊，那今天喝点啊，你看这酒很多啊，想喝哪个喝哪个。这老板喝的不是卖的啊。等一下我给你照一下这菜，兄弟们啊，照。最后一个菜了啊。青椒炒肉丝，豆芽丝啊，一起。这肉漂亮，全是瘦肉、精肉啊。嗯。豆皮儿啊，千张，兄弟们，下锅了。芹菜啊，哎呀，炒菜热了，渴了，搞点皮的。哎呀，豆芽啊，青辣椒、红辣椒一放啊，这个菜好几样。哇，漂亮，这菜弄出来啊，这好看啊，白的、绿的、红的，漂亮漂亮，这菜炒出来啊，这菜炒出来好啊，这菜炒出来好。开锅了以后，老板说帮下忙，把这个鱼倒里边啊，碗筷鱼啊，看一下啊，开了啊，好了吧，好了，鱼啊，那俩人一碗盛吧，倒里边啊，都是黄货。那一锅鱼，哦，盖上盖就行了啊。对，盖上锅盖啊。老板在炒那个菜，最后一个菜了，兄弟们。出锅，漂亮，这个漂亮吗？豆芽肉丝，这是红的、绿的、白的，多漂亮啊！这还有送餐呢，是吧，老板？哎，送餐。他这个多少分的这家？三十来分。反正他光要这一样啊。光要这一样，他是工作餐。工作餐，这多少钱？十块啊？这八块。八块。嗯。三十分。三十分。服装。大锅菜，大锅菜，十元一分。忙了。大锅菜。真的忙了啊。咱今天来到了巨野县，这个叫大碗菜啊，就是大锅炒的大碗菜。啊，其实老板挺好啊，今天也忙活了很，我跟着他看这个啊，但今天我点了六个菜啊。兄弟们啊，那今天喝点啊，你看这酒很多啊，想喝哪个喝哪个。这老板喝的不是卖的啊，等一下我给你照一下这菜，兄弟们啊，照一下菜啊。老板，你看咱看一下这菜都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红烧瓦块鱼。这个是瓦块鱼啊。哎、这个是粉皮冬瓜炖鸡。粉皮冬瓜炖鸡啊，这红烧肉啊。红烧肉。里边有这个海带段海带扣。海带扣。鹌鹑蛋。鹌鹑蛋还有啊、哦，油炸的鹌鹑蛋还有啊，还有油炸豆腐。这个是蒸的，蒸的，对，青菜叶对，啊，放点淀粉那样蒸的啊，拌一下的。哎、这个是蒸蛋，这里面有点咸菜，咸菜、辣椒、辣椒什么啊？这个啊，哎、这个是个，这个就什么了啊？好多样啊，豆腐丝儿，豆芽，青菜、肉丝啊，辣椒啊。来，兄弟们，这个啊，这个老板，这个酒是老板泡的酒啊，刚才我们喝了点儿，这他忙啊。我们现在开始喝这个酒，先啊，喝点这个，少喝点，喝点这个，再喝点啤的啊。再喝点啤，再喝点那个贵州酒。贵州酒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个贵州这贵、哎、这茅台啊啥，这是接待酒，这个不要了。这个酒。那贵宾酒，那贵宾酒。奶帽啊。嗯、哎。还有奶帽了。啊，对，那个是奶帽。啊，这是你自己喝的，不卖啊。这都不卖，这给朋友送的。哦。行，来。这尝你这个泡这个酒啊，六十多少度啊？68度啊。这是原酒。你品品，愿意、哎、这一团火下来，兄弟们，红烧肉啊，先是红烧肉，来，先红烧肉这块尝尝啊。不光味道好，盐味刚刚好，又不咸又不淡。嗯、啊。再来一块。再一个是，等会儿再说，一个是，一点四吧，四饱了。这鸡块啊，嗯，黑
黑爪子，黑爪子，黑鸡爪子这个公鸡啊。嗯。它这里面主要还有粉皮啊，兄弟们，啊粉皮，粉皮跟鸡一起啊。吃了，来来，可以啊。啊。度数高啊，这是挖槐玉啊。啊，对，红烧华莲。华莲做的。对。挖槐玉就是用华莲做的。华莲做就是。再喝一口，开始下个菜尝啊。豆皮儿、肉丝、肉丝、青椒，还有豆芽。这个菜外头炒不出来了，还嗯，好吃好吃，好吃，外边炒不出来。嗯，这咸菜蒸鸡蛋啊？哦，咸菜、鸡蛋、辣椒，辣不辣？啊，辣椒非常辣啊！这个辣椒，这是这个，你吃你吃菜啊？你吃菜光一个人吃，这个就是蒸的啊，放点面粉，蒸了再凉拌。芹菜叶，芹菜叶，槐花，还有什么？豆角，豆角，面条糊，啊，面条糊，水鸡的都可以的。哦，都可以。喝一下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菜做的非常地道啊。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？你这地方？巨野县，我知道巨野县，我知道，就是这个街是什么街啊？这个叫幸福街，幸福街东头。幸福街东头。嗯。路南。嗯。啊。巨野县幸福街东边啊，东头啊。嗯。这个你这个牌子叫啥？忘了那名，是什么？三里大锅菜。三里大锅菜。三里啊。嗯。三里。嗯。一二三三。啊，一二三三。里就是站立直立的立啊。对。三里大锅菜啊。你们记住了，有空的过来尝一尝，好吧？尝什么蒸这个菜啥用？嗯，蒸这个蒸菜啥用？那肯定好了。这个，嗯，又开一轮啊，又开始吃红烧肉了啊！这真是入口即化，不腻，肥而不腻啊！嗯，他的红烧肉到位了。我看见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啊。这个是鹌鹑蛋，外边再加面糊再炸。不加，这些是我剥了皮，这些炸。哦，这种就里面还有海带卷、海带扣、海带扣、海带扣啊。这海带卷也，嗯，很好这个。看一下这扣嘛，几个扣啊？嗯，海带扣味道浓，是吧？因为它里面存汤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还在口里头存着汤啊，对对，那汤里边大料多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搭配好，这料味出来了吧？料味出来了啊，行，料味出来了，嗯，正不正味？嗯，味正了，味正味正啊！刚才那白酒喝完了，老板也忙啊，我那个什么一下，喝点啤酒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老板这有两种啤酒，他自己喝的啊，他也不卖，一款是趵突泉，一款是哈尔滨。这个趵突泉我刚才打这个哈尔滨刚才打了打开了喝了一下还可以啊，比较清纯啊，来来来，这个趵突泉是济南的啊，现在被青岛公司收购了，收购了，那尝一下比对比一下啊，现在属于青岛啤酒厂管了，对对对，试一下这两个啤酒，是山东啤酒啊，哈尔滨是黑龙江哈尔滨的，呀，来尝尝。Thank you.